不过下次考试你就要走了，估计以后见不着我。一会儿你们跟我去见一个人，这个人一定能帮我们通过考试。师傅的存在绝不能让张老师知道。上课就上到2点钟左右吧。会不会睡得太少了？大家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，放松才能拿出最真实的水平。最后留下来的一组是林朝夕组。哎，亮哥，我刚听到一件事，林朝夕跟裴志他们好像有一师傅。师傅？中天娱乐台《天才基本法》。